的脸红红的，因为那个角色就是脸红红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涂得很毛很红。因为一系列裸体做菜短片而意外走红的话题人物小歪，随着人气不断飙升，也吸引许多男士开始小歪歪。一名昵称为 Q 毛万的诚信男大生，也隐晦了自演自创饶舌歌曲当作爱的告白，只是这内容实在不堪入目，让小歪气得提告诽谤。他怒呛：公众人物当然需要被公平，但是人身攻击或是轻蔑，就应该要捍卫自己的权利，相信司法会还给他一个公道。而诚信网友遭传唤后，态度放软，表示愿意道歉。之前欺诈的小歪在出庭时也传出有意和解，希望整起事件能告一段落。今天是小歪厨房的第二集，新伙伴 David 也进来咯。 Hello， 跟大家问好，大家早安。小歪强调，他所拍摄的影片是一种行动艺术，不是让人用来想入非非，所以建议爱检举或看好戏的网友，应该先净化龌龊下流的心，抛开有色的眼光，因为自己是少女动体的艺术品。 Yes， 娱乐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